在给这个杜鹃花喷药的时候，就闻到了这个栀子花散发出来浓浓的一股香味，看一下有没有缺水。因为这个栀子花它在开花和孕蕾的时候对这个水的需求是非常大的，如果这个水浇的不及时的话，那么它的这个花就很容易开败，而且这个花蕾可能还容易掉，好像有点轻，给它浇点水。孕蕾期和花期浇水的话就不要给它喷液，因为这个水如果喷到它的这个花蕾的上面的话，它就是很容易掉蕾的。因为喷水，这个水是很容易积在这一个花柱这个地方，长期积在这里它就会烂，烂了它就会掉。哇，这个花真的很耐开，之前最先开的那一朵还是那么的白。哇，好漂亮好漂亮。